海豹石在这里。你的那个那个那只姐姐过来看海豹石。那个很明显，对不对？海豹石。真的？那里还真的嘞，真的有看到。它这样子趴着，这样子对。哦，你看那只，有没有看到那只浣熊？浣熊。有没有两个耳朵、身体、尾巴？这个平台这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那只浣熊？对不对？你说那块很大的那？对对对。你不，他不觉得他很像是浣熊的那个尾巴吗？前面有两个小耳朵，小耳朵嘛，对。圆圆的那一个是身体，然后最后是尾巴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左边一个蛤蟆蚌壳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左边，他左边是个蚌壳。蚌壳。对对对。然后前面又是一只鞋子。鞋子在哪里？那个蚌壳的前面。对。是什么？有一个小孩的鞋子。小孩的鞋子啊。小心的鞋子。哦，蜡笔小新的鞋子。哦，有。今天应该还是看不到北方三岛哈。那个应该不是。哎、欸，那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对不对？对啊、看起来很像哈。其实不小的是那个最远处这边有一根。对对对，有一根的。我们来看、哦，然后那是北方三岛、哦，这一个。你们像这里啊，这里的角度看出去有没有？嗯、最远那边有两颗石头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海平面的那里。哎，真的。嗯。它是北方三岛之一，棉花屿、花瓶屿跟彭佳屿，所以是花瓶屿。今天看得到花瓶屿，今天天气不错。